我妈哥俩，我叔在外边做生意，我妈在家里。这地是姑的长工干，哦，我家有什么？我家有粉房，嗯，就是肥皂房。哦，还有肥皂房。生产肥皂。嗯，生产肥皂。还有啊，就是那个过去那个那个卡牌那个打牌那个那个牌吧，嗯，就是不是咱这些像铺子一样的那个。嗯，麻将。